他们在那边，快快追！走走走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走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钥匙掉水里了！管不了那么多，走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欺师灭祖，丧尽天良，你们不怕遭天谴吗？你们怎么还不是你干的？快跑！是杀我们吗？我们三个人现在就按兵不动，有本事来来来，你来你来杀我呀！啊！哎，他们走了。秦军，我们在这里。秋嫣，别害怕，马上来救你。杀！两位打扰一下，龙荣荣在可是梁大人的兵马。起！三哥疼，跟着我就是，报警吧。准备好了吗？不用害怕，走了，进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多谢大舅，多谢大舅。秋嫣，没事吧？秦琛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嫣，我来迟了。你这伤口……哦，我没事。是我心急救人，掌教没留活口。你做的没错，我们回去再说吧。先拿人。走吧，
全部带走，所有人带走。小心！小心！齐雪，还好吧？这是我第一次杀人。秋烟，逃出宫。逃出宫不是射杀萧铁的刺客，他用的是右手匕，而射杀萧铁的刺客是左手匕。这么说，刺杀萧铁之人另有其人。终究还是我妄之。既然他父亲当真有罪，你为何不把真相告诉他？为人儿女总是只愿看到父母良善一面，又何必揭穿呢？哎，对了，刚才平遥出手的时候，你及时阻拦，你是如何看出他的动机？万燕楼浓香四溢，而平儿身上的香与姑娘们的迥而不同。我留意到她身上的香囊是西城留香斋的，西城留香斋的香囊少说也得一两银子一个，且半月就要更换，否则香味不存。若真如平儿所说，她是因贫困盗窃，又怎会有此等奢靡之物？想不到你还懂这些规格趣闻。我的妹妹秋敏最喜欢留香斋的香囊，她时常跟我提起，因而我就有所了解。梁大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不像个女子？我只是想说，多谢。我救了你一命，你也救了我一命，咱俩两清了。盛鹏。谁曾想到，短短一日，好多人就再见不到今日的太阳。你是头一位瞧见刀剑刺杀吧？难为你了。谁说的？我小时候就见过。那时候你还是黄毛丫头，上哪见呢？咱们还是快些回去吧，赶紧把这个守护断了，秦玄还等着咱们呢。从前见过大海吗？没有。景色不错吧？嗯。坐稳了。